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姐姐，我就让你们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们偏是不听。就咱家这款南竹的竹节筷子啊，谁是花909买的30双？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啊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这个链接都给您卷到什么价格了？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7月份的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拿出200单做福利啊，直接给咱一卷到底啊，卷到了909，给咱发40双啊。另外呢，老弟还有1块钱的佣金补贴给你们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809给咱发40双这个南竹的竹节筷子。咱家这款南竹的竹节筷子呢，是纯天然的南竹制作的啊，它是无机无油无味无辣啊，闻上去呢就是淡淡的竹香味啊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看一下咱家这款南竹的筷子啊，它都是啊一节一节的，而且呢打磨的是相当光滑相当平顺啊，一点也不拉手。如果咱家里还在使用那种科技狠活制作的筷子啊，咱赶紧扔了吧。现在呢可以换成咱家这款南竹制作的竹节筷子，它呢是纯天然的南竹制作的，它是无漆无油无辣，只有淡淡的竹子的清香味，咱每天入口的东西啊可不能忽视。关键呢今天的价格啊也太合适了，厂家呢直接卷到了909啊，给咱发40双。另外呢老弟还有1块钱的佣金补贴给你们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809啊，给咱发40双这个南竹的竹节筷子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啊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啊还有没有，如果是809啊，给咱发40双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